球员短信说自己特别想学街舞，那我今天就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街舞的课程。这个信息确实有点少，只有三个：九五后，有神奇的膝盖，有神秘的口音。但是我就看这膝盖两字儿，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这个膝盖，老师变相狂魔，你看他膝盖是不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天哪！医生说我的膝盖是双拼，他变相，他可能有那个腿能到这儿，变现贴力的属性吧。哦，有个稍微难一点的动作，适合他膝盖，可以尝试一下，是挑战一下，来吧，七下啊，哦，来吧，事儿是事儿吗？尝试一下吧，来吧，喂。好，这边材料用材料材料材料。其实Loafing 的音乐的感觉大部分就是让你听起来很想这个感觉。手上的东西会比较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比如说纸啊，做出来的时候会看酷啪，哎，对，比较酷哎，尽量还是从你这里抽出去，它特别 有力那种，是吧？对，这样甩出去。别看动作这么简单啊，其实每个动作都用到核心。有点听不住我，感觉有点头晕了。哎，对。你这个刚才这街舞学的怎么样啊？感觉？我觉得上完这节专业的街舞课之后，我觉得还是更适合打篮球吧。大概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适合打篮球啊？你别跟我说是刚才啊。没有，我那时候就从小就特别特别热爱打篮球。不管天晴下雨啊，有些就是还是穿个拖鞋，还是打赤脚，都会去打球。每天就特别执着去打球。因为在我们当地高中的话，就是比赛比较少，一年就最多也就打一个比赛，就二中跟一中两个学校打一场比赛就没了。然后那时候就我们当地的俱乐部老板，就我刚刚说的篮协主席，就经常带我们出去打野球啊什么的，就出去跟别人交流赛，就会请一些老外过来，我们当地打比赛嘛，就英国野球王，克里斯里普斯，我知道，他在我们那里是一个 bug 的存在，然后我玩的还蛮好。还断了他几个球，就之前他来我们这里就从来没有人说可以断到球怎么样。那时候就觉得，哎，就是自己也想成为他样的人。就是别人在疫情期间好像都特别偷懒，然后你是没变弱，反而更强了。疫情期间有段时间我还是比较懒散，你这样一段时间久了之后，你内心深处就会发现你到底想要什么生活。这个生活过得有没有意义？疫情过后我来长沙之后，我每天早上六七点醒来就去跑几公里，然后下午去做一些
上大力练，然后上大力练之后，然后再跑几公里，跑完几公里之后，然后会去练一些投篮，投完然后是之后会还会去打一下半场，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会，如果有全场比赛，我会去打一下全场比赛，基本上每天到家就十一二点了吧。那你每天待这么久，打这么久，又是半场，又是跑步，又是力量，又是全场的，你不累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都是一个有激情的一个球员，而且我训练时间这么长也是有体力做基础。嗯，对，因为现在我也是论文前期球员嘛，就是要去打更多的比赛去证明自己嘛，以身作则吧。嗯，现在第三战三冠，嗯，但是很多人路转粉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质疑你，嗯，觉得你这三战好像遇到对手不是特别强，是靠运气拿的冠军。我觉得运气肯定当然也有一点，但是更多的是来源于付出。如果没付出的话，你不可能说三战三冠，你光靠运气拿三战三冠是不现实。我训练的时间比你睡的时间还要多，我凭什么不拿冠军？其实这句话我在南京站夺冠的时候就说过嘛，因为我看到科比的纪录片，如果说你一天24小时都想着训练进步，那么你日积月累就会比别人训练的时间多很多，到那个时候当别人想追你的时候他已经追不上了，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能拿三战三冠的原因吧。其实我觉得你在路人网有一个球员跟你的对比，你们俩之间的比赛是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像去年九月份你和白鲸的月赛决赛大比分输球，我觉得当时是你属于全方位被克制，但是你今年你在南京就打了对手一个11-1。我是一个特别渴望胜利的球员，就是我第一次输了，我第一次我拼了命要把它赢下来。不允许自己能犯两次三次同样的错误，因为第一次我跟他打完之后，我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跟他打的那场路线，我看到凌晨四点钟。凌晨四点。哦，你说这个球，这个完全脱节。对对对对，白鲸很游刃有余，7-0。白鲸继续进攻，直停中投，这个手感完全出来了。天赋方面确实，双方是有一定差距的。对，变向，变向过掉，哎，2+1了。哦吼，白鲸，三分球，直接三分绝杀，21-7。我觉得21-7就是特别特别，就是感觉自己无地自容，就是还不如一轮游。上海站的上海站，对，就是我跟他打，就是眼睛都是红的，就是赢了。我也是喜欢变线，他也是喜欢变线，我最清楚怎么防变线的球员。三分，首先今天这是奔着冠军啊，这是。首先，很快。哇，这是5-2了。哎。哇，左手先，这个盖帽，哇，太横了，豪横这是啊。这个盖帽全场沸腾了。宋刘轩打进，7-4战胜白鲸，复仇成功。然后打城市赛的话，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包袱，就是你反而跟一些就是没拿过冠军的球员打，你反而有时候跟他，哎，他投进了一两个球，你反而就心态会有变化嘛。如果你是去参加月赛，就是大家都是拿了城市赛冠军。然后去参加月赛，就是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就是看谁拼。再来复习一遍，走，首先是一，很感觉有点会了，很感觉有点会了，有点会了。今天月赛，对呀，现在是学员比拼时刻。
感觉有点混了。当你开始喜欢打篮球，你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的爷爷好像知道，一直鼓励我去练球吧。满脑袋都环绕着自己身的时候，那个唯一的知识声并不会被淹没，而是会变得更大声，大到你只能听到那个声音，因为只有那个声音和你自己心里的声音是重合的。在爷爷离开我的那天，我好像知道我可以走到哪一步了。如果热爱篮球，就做到极致吧，因为篮球真的是少数很公平的战场，这里只要拼命就会有回报。如果不全力以赴，就一定会被埋没。现在的每一场胜利都很想分享给他，希望他能看到。爷爷，你看到了吗？